太惨了。去機場啦，而家就等緊巴士。咁我今次咧就會去上海嘅，我而家仲著緊短褲，因為今日嘅香港真係好熱啊，好似又翻返夏天咁。上個禮拜明明好凍咁啊。今次帶咗唔係好多嘢，就去四日三夜，帶咗個細夾，呢度有半個夾都係羽絨嚟嘅，我真係冇乜嘢帶。而家已經入咗閘啦，咗一個鐘登機啦，跟住我就狗衝緊去呢一個咧 ，Everymark 嗰個 credit card complimentary 嘅 lunch access， 跟住見到係有飯食，所以就諗住去壓餐飯食，超快咯！今次係搭呢個東方航空，跟住係 online check in 咯。平時 online check in 咧，好似唔覺得有特別快咗啦，但係今次咧 online check in 真係超快咯，係三個人 versus 卅幾個人嘅隊咯，所以就係超快入咗嚟。而家已經揾到呢一個 Sky Bridge 嘅入口。跟住准备入去，就会食呢一间 Interval 餐厅。原来呢度都唔系好多嘢食，咁咧就有一个 Mocktail 啦，系一个芒果味嘅沙冰嚟嘅，跟住之后咧有一杯冻咖啡啦，跟住同埋就系三个 toast 咁样，就系一个非常之小嘅小食。头先一路拍 vlog 一路食嘢，跟住搞到咬碎自己嘴咯，劲戆居，好痛啊！咁我见到咧，佢喺香港機場係有三個 lunch 啦，跟住佢有一個喺35號閘口，一個喺60號閘口，咁我而家去45，所以就睇下比較近邊個。同埋就係咧，佢係嘅 calendar year 嘅，咁而家已經嚟到11月啦，咁我喺年底之前都冇其他嘅 travel plan， 所以我其實 suppose 應該我每個機場要去曬三個 lunch， 我先可以用得曬。呢度系有焗炉、电视，跟住仲有做嘢嘅台、sofa、床，喺浴室望下先，都几干净，同埋几大嘅。呢啲系唔识嘅 brand， 我哋 ready 出门口啦。跟住我着啦，其實俾大家望下我呢、這個，全部都係 Snoopy 嘅 hoodie。我哋而家正喺城隍廟，跟住咧呢度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嘅 IFC 商場，我哋就住喺呢個 IFC 樓上，因為仲有7分鐘，所以就帶大家嚟 explore 一下呢度。
而家嚟到城隍廟，大家估下而家系几多点？而家系5:50左右，仲未6点，但佢已经天都黑晒啦。但系而家嚟城隍廟就会好靓咯，睇夜景。咁我哋而家入去望下啦，同埋我啲肚饿啦，想食嘢。呢度系7号门，系你嘅 number 吧？系七啊！俾你发现咗添，有开咯！哇，好靓啊呢度，系咪冇带你嚟错啊？吓、啊，真系好靓咯 ！OK OK， 有咖啡喎、啊，有咖啡。唔系咖啡，唔系，我想食嘢啊，只牛杂。我呢度有好多咖啡。喺边度？呢度有一间，跟住前面好似仲有哦，嗰间卖嘢饮嘅。你帮我拍 footage。我知道。夜晚6点嘅咖啡。我想食冰糖芋圆同埋手工汤圆，跟住仲哦花石饼系咩？唔知喎、啊。好啦。有呢個啊。哦，超能動物。即刻白體唔能。有三煎包喎、啊。開始覺得凍啦。我话唔冻，但系佢系咁话冻，但系佢仲暖。三鲜包，生意食，生意食。知道。热唔热噶？我心系热。系唔会爆汁噶？都平时个心系热。香港仲多啲汁。系。超多人排队，好似好受欢迎咁。要试虾滑，好似好靓咁。系啊。try， 要 try first。好淡啊。系啊。我呢只味我唔知道叫咩味。巨辣咯。因为剁就系椒味。我系剁椒，如果佢再加少酸味就。去近外滩嗰边食饭，头先喺城隍庙原来已经有好多蟹皇汤包同蟹粉小笼包，所以咧唔怪得知道新啲餐厅问我啲上海 friend 问佢哋嗰啲小笼包啊蟹粉汤包好唔好食嘅时候咧，佢都系同我讲佢哋未食过啦，因为根本就周街都系全唔使特别去揾咯。但我哋呢一间都见到好多人推介，所以都好想试下呢间啊！见到入面有好多人啊！呢个系蟹肉、蟹粉同埋蟹黄，跟住汤、虾仁同埋面，冻溜冻溜。不知道这一间店算不算正宗，它就感觉像是连锁快餐店这样的 setting 的。第一次吃汤包呢，看到这么多汤汁都觉得很特别。但是呢其实喝完整个吃完整个感觉都是挺腻的。它的皮呢就挺薄挺 Q 啦，不过我就觉得不算是一家一定要试的餐厅。吃完嘢啦。这里很漂亮，还有枫叶，这里叫做南京路步行街，跟着现在走去外滩，好冻啊，现在只8度啫，好有冬天的感觉啊。这里就是南京路步行街，有一间很大的 pop mart， 同埋这条路劲长啦，喺一路咁样延伸出去外滩啊，超级热闹。叫做桥头糕，是糯米，跟住入面是豆沙，好靓。呢个叫双羊，入面是有不同馅的糯米。这个好像，这个是河吗？还是酱吗？酱，黄浦酱。黄浦酱对吧？对对对，然后这个黄浦酱就。